合金翻了你上眼皮不？Hello， 又是我 MCM Magic Man Kelly。今天我又来了 Ear Pro， 因为我发现到原来它不只是有挖耳朵服务，它还有洗眼睛服务哦。你有听过什么叫洗眼睛吗？没有听过嘞，我也没有听过。那像我这种好奇宝宝嘞，我一定要来试一试的，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眼睛要怎么洗嘞。所以我在来这里之前，我有上网做了一点功课，然后我发现到原来洗眼睛这个服务哦，在马来西亚很少见嘞。所以既然这么难得的在柔佛星上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我怎么可以错过呢？洗眼睛呢，它的功效其实是把我们眼皮里面的一些灰尘啊、分泌物啊，或者是我们女生的残留的化妆品给清理掉。而且在它洗眼睛的过程中，它也做到那个按摩的功效哦。哇，我已经到了这里，我已经是忍不住了，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洗眼睛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且听说洗完眼睛过后看东西都会变得很明亮，然后眼睛会很有神哦。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要过去了，拜拜，我们等一下见。艾迪，我很紧张，我第一次哎。其实每一个人都以为哈洗眼睛会很恐怖，因为他看到照片呢就觉得是翻眼皮很可怕。对啊，不过其实我在翻眼皮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而且洗眼皮只是会有一点痒感，洗眼睛其实跟拆了一样，只会痒不会痛，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很紧张。Okay, 如果你不舒服，你可以让我知道的。OK。我们用的是纯手工制作的银珠啊。银珠跟你洗脸有散热消毒的功效啦。我现在先刮掉你眼睛周围的灰尘啊。OK， 好。不过我们是不介意一些就是有动过眼睛手术的，或者是做过假睫毛啦，或者是来洗眼的话最好也不要化妆啦，担心我们翻你眼皮的时候你的假睫毛会断掉。你相信我，洗完之后你眼睛会很舒服的。还有跟你塞住耳洞啊，避免你的眼泪流进去。对，因为我会逼你的泪腺出来。 OK， 我现在给你滴一滴眼药水，让你眼睛保湿啊，放松啊。我们用的眼药水是药房买的。好，先跟你做头部放松。好，放松一下也是好，我还是很紧张哎。对，第一次做会比较紧张，不过做过洗眼的人，之后还会再来做的。啊，就好像挖耳朵这样子啊。对，洗眼睛可以减轻眼睛的疲劳，然后减眼压，然后如果经常对那种电脑啊、手机啊，还有一些三 C 用品的啦，因为眼睛会比较容易干涩，所以其实洗眼睛也会让眼睛血液循环，或者是经常戴隐形眼镜的人都适合。开始啊，你放松啊。可以 relax， 眼睛哦。等一下，你在放松吗？我很紧张，对不起，因为我可以看得，因为你打开的时候，我眼睛就看到东西了啊。可以看到东西，你可以看到下眼皮会看得到的，放心。哦，我是可以看到的。对，你可以看着我在做，你可以看着我，没关系。是呗，我很怕来放松，手里啊。没事，第一次难免会有点担心。来，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珠。啊，对，看着我啊，是 OK， 这样子我才看得到你下眼皮。好，跟你滴一滴眼药水。你担心你就看着我好了。 OK， 会很痒痒。来，我跟你感受一下那个痒感啊。对，就这样子哟，这种的痒感。哎呦，舒服了。对，其实有些人会洗眼睛洗得很舒服的嘞。有种触电的感觉。对，这边每次很痒了。对，所以我才要多洗。诶，你有感觉的？对呀，只有在眼角不是眼头的时候有感觉。有些眼头会比较痒。这里很爽。超爽的这边。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洗眼睛比拆耳还要舒服。喵喵的那种感觉。对了，因为我不让你痛。有些人眼睛里面的分泌物啊是一丝一丝的。对，有点像蜘蛛网这样子的。其实不痛，对不对？不痛。痒痒的，是越洗觉得越舒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可怕。眼珠往下。
我已经翻了两上眼皮不、wow ？嗯，我知道，还有眼睛紧这样，这个我就不要开眼睛了。你开也看不到的，会痛吗？哦，没有，不会痛的。OK， 我滴一滴眼药水。嗯，有一些地方有感觉。嗯，有点感觉啊，对，有些地方就完全没有感觉，可是知道你在动。对。而且我们的力度是很轻的，嗯，因为我们采耳已经有那个力度在了，嗯，所以我们碰到工具的话，其实力度都拿捏得很轻。好痒哦。嗯嗯，不过还可以接受，对不对？啊，对，嗯，这边很舒服，太舒服了，因为平时自己动不到很痒。我们真的有顾客在洗眼的过程当中睡着了，是。现在我们靠右边做冲洗。洗掉你流出来的灰尘，放松，对，第二手，闭上眼睛，你跟着我放松一下。感觉不一样嘞，我会觉得我这只很眼，这只眼皮很重。感觉眼睛很重，你可以不用开眼睛先，你闭着眼睛你都会感觉到。其实刚才我就是很想讲，我有感觉到这只眼睛很重，还没有洗很重，然后这个感觉我不会形容哎，就是很有被洗很 fresh 啊，对，很 fresh 有被洗过的感觉，然后睁开眼睛也是，就是这只很重的感觉，这只还很疲倦，对不对？很疲倦的感觉，可是这只让我感觉很精神掉。对 ，OK， 先我们左眼啊，嗯 ，OK。A few minutes later， 我先跟你热敷双眼，好舒服啊！热敷好之后眼睛会更舒服。OK， 我先跟你做一下头部按摩。OK， 你可以开一下眼睛。嗯 ，OK， 眼睛舒服吗？嗯，哪里不舒服吗？没有。嗯 ，OK 啊，舒服啊。嗯、好了，你坐起来，给你按一下肩膀。OK， 我已经完成了整个洗眼睛的服务了。那我就要分享洗眼睛过后感觉，就是这眼睛是真的真的有感觉到洗眼睛前跟洗眼睛后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洗眼睛过后的眼睛就很干净，很 fresh， 很清爽的感觉。在洗眼睛之前，我是感觉我的眼睛很疲倦，很厚重感，现在洗完眼睛过后就明亮了许多，你的眼睛没有这么的累了。我不懂怎么用讲的、啊、这个是你们要自己过来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这个洗眼睛服务是值得推荐的啊！我有 voucher， 如果你们想要来体验这个洗眼睛和挖耳朵的服务，你就在下面留言说你为什么想要洗眼睛，然后我会抽出10位幸运儿，我会把那个 voucher 送给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带着那个 voucher 过来享受这个服务啦。我是 MCMH Kelly，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的频道，请不要吝啬的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然后可以的话也把视频给分享出去吧。我们下次见，拜拜。我要喝我的茶了，享受完过后还有可口的茶喝。